我这个地区应该是在有点想不起来这是哪里。有啊，你现在跟我一样在同，不对啊，这边有个纸片的 skin 还有认出，哎呦，我还你过来了，这个不是，他说这谁啊？一模一样的吗？这么屌？应该是一样的，对。盗用我的哦，可恶，别人帮我画的。PRTY，哇，这种夏日的夏日包哎，天哪 ！ANK 嘛，对不对 ？ANCK，FRINCK，2012，这么长啊！有人邀请你了。你是要玩那个吗 ？Farm Hunt 是不是？我默默的。对，这个。小，这边这个往后一点看，我看不到你了，我看到你了。这边有个 FARM 的这个，看到这个吗？看到了，我点了。我们应该进去嘛？进去然后，对。然后我们现在， okay. 你可以，你现在你用那个小麦，你要点右键，不一定啊，你可以选择左边的 Hunter 或者是 Animal。Animal， 我要当 Animal。都先选 animal， 先当 animal， 可是不一定哦，因为他如果太多人选同样的东西，他应该会把它随机分配成别的。Okay. 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有些会动的话，会是那个就是动物啊，就是猎物，你要打它，用剑打或者是用弓打都可以啊。你还有一个是，应该有一个是爆炸牙，应该是有一个是火药粉还是红石粉的，你放在那边的话，它会变成一个会爆炸牙。我看到牛了。然后你现在看到你上面那个地方会有那个秒数在跑，那个就是我们剩余的时间。时间内打完的话，那就是那个时间内全部打完的话，那就是猎人获胜；时间内没有打完的话，那就是猎物获胜。OK OK， 好难哦，应该说好难尾刀哦，好想要尾刀也不知道。你可以捡动物的便，那个猎物掉出来的便便会加钱。哦，是哦，对。为什么有一堆人长得像纸片？哪知啊！一堆人偷用我的 skin， 可恶哎！因为那个你只要那个其实还蛮好找的，死了。我知道很好找啊，他其实那个很好找，只是臭鸡在乱走。可恶！为什么你是被射？我又被射了，到底谁在射我？可恶！哦，那个猎物也可以射你，猎物可以射你，猎物可以射我，他怎么射的？他也是有弓的。真假的？他怎么射的？就一样啊，他一样有弓啊。所以他射的时候会出现吗？就是他一样是静止不动啊，只是他会射你。OK， 我觉得躲在马场的都很难被发现。没办法，因为那个太广阔了。对啊，老实说，这个地方根本没有什么是可以好好躲的。因为这个场地玩久的话，老手基本上都知道该怎么躲。我觉得就是要有点心机，就不是笨，都躲在。应该说这个游戏这个地图应该要跟那个一样多变，就是跟 Skyward 一样多变。每次都给你哦，都完全同一张啊，因为它这个完全同一张。靠，那玩个几只死了、欸，太少了啦。对啊，那你讲的赌太少了。所以我才会这样说啊。竟然还没找到哎，剩100秒了。我说有些死角可以躲。我看到，接这边，接这边。从制高点看。打死了耶！我结束了，打死那只鸡了。梦哦，梦哦。然后你这个时候打 GG 会加 Karma，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不知道 Karma 可以干嘛。Karma 是什么？我不知道啊，因为我一直都不晓得那是什么东西啊，我都一直不晓得。Karma 值，能量值。这场在玩猎人，我也是无法了，就玩猎人吧。Animal， 我不知道一堆人想要当动物吧，然后就变成有人就被排挤变成。猎物，所以反向的话，所以
我这时候选猎人就不会被排挤成猎物了。通常的话，通常的话啦，就是意思是不管怎么选都会变猎人啊。嗯，可以。我是猎物了。哦，终于。那我这次反向特别选成猎人，那是正确的。这个一看就知道，这个是那个这个应该是台湾人。啊！我要死了！哈哈！啊！死了！可恶！哦，重生又变 hunter 哦。对啊，所以 hunter 会越来越多。Japan。真的还是玩猎人，玩猎物比较好玩，因为反正你玩猎物，到时候一定变猎人啊，其实没什么差。那躲在哪好呢？哦，听到尖叫声哦！哈，又杀死一个，我已经杀了三个，怎么多啊？老手哎、欸。随便吃，随便打一打，超级老手哎！我还有这个小屋子哦，那有好多屋子啊。那自己可不可以跳？跳不上去了。你要找到一个宝地。哦，结束了、哦。我杀了四只。好猛哦，少多哦 ，yes，